啊、各位进来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股市大兄陈学庆陈老师。哇，康瑞台风来势汹汹啊！从啊、呃呃、原本的一个中台，哇，现在变成啊、呃、的一个强台啊、呃，在今天晚上啊就开始会啊、呃、的一个的一个登陆的一个台湾的一个本岛哈，所以啊、呃、各位啊啊，尤其是在中南部或是北部的一个的一个投资朋友。 哦，那真的啊、呃，要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啊、呃，并且呃，出门在外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啊、呃，包括家里的一个手电筒啊、和、呃、电池啊，还有呃的一个怎样啊、呃，还要备水哈、呃。那我想啊、呃，这些的一个防台的一个工作哈、呃，那在这个地方啊、呃，提醒大家哈，那、呃、尤其是呃自身的一个安全。好、呃，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呃，那今天的一个行情，今天行情仍然是。 啊的一个围绕在的一个川普的效应的一个漩涡之中啊，我想这一点不意外啊，我就告诉大家，我说选前啊会压缩震荡啊，选后蓄势待发再来攻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哈？我们啊如果先啊先撇开啊的一个指数不谈啊，我常说在股票市场上最怕是什么？市场人气的一个退潮跟溃散。 好、哦，那么到底市场人气有没有因为川普效应的关系？有没有因为啊、呃、短期指数的一个拉回而退潮或是溃散？啊、呃，其实盘面会说话，股价会说话。啊、呃，虽然有些那个股票哦、呃，那因为受到那个川普效应的关系，包括的一个全指股啊，比、呃、如说像台积电啊，最近就不是被压抑啊，今天下跌啊十块钱啊十块钱啊、呃，那啊、呃、就跌掉对指数蒸发掉的一个八十几点。 哦，那么包括一些大型股，还有一些涨高股哦，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最近很强的哦，比如说东油啦，哦，松散呐，哇、哦，松散连杀两根跌停板，哦，那么东油昨天很强，今天也杀跌停，哈、哦，那包括那个 Oh my God 啦，哈、哦，你可以发现到有些涨高股哦，你在这个地方哦，如果你过度去做追加然后我就提醒过大家啊，对，有些涨高股你千万啊、呃、不可以贸然啊做强劲的动作。 但是相对来讲的话，我常说市场的一个资金永远会去找对的出路。对于有些的一个低基期,期、产业愿景加有大能哥加持的一个股票，哦，你会发现到啊，其实啊、呃，他们这个表现仍然是持续火蹦乱跳啊、呃。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大众控，大众控股价经过修正了嘛啊，然后又搭上了一个细光子的一个题材啊的一个加持，哦，那今天那个股价就怎么样啊？止稳啊，标涨停。 啊，包括那个啊，这个川宝，川宝是曝光机啊，也是搭上的一个自动化设备啊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商机，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的川普表现会啊的一个这样相对的一个强势。啊，包括那个大 A 金，这是汽车的啊，也是在啊业绩的一个加持之下，甚至包括那个机构涨啊，红红海集团的一个红准，你会发现哦，其实这些那个股票，你看都是符合我告诉大家低基期,期。 啊，产业啊，愿景家，具转机成长题材，哦，那有大人格加持，你看这些股票今天是怎样啊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强势飙涨停，好、哦，那甚至包括的一个四星 KY 这個股价经过修正，你看今天也大涨上来，哦，那么呃、啊、MXKY，呃、啊、这是啊的一个的一个散热啊、哦，那汽车的一个散热哈、哦，那甚至再到了红海，你看到这些的一个股票表现都非常的一个强势。 啊、呃，所以虽然今天这个指数是呃，是下跌一百多点，但是你可以发现到今天上市柜公司啊，涨停板加速能量高达的一个十七家，大涨五以上的一个啊的一个加速能量高达四十一家，啊、呃，显见市场人气都还在，啊、呃，主力大户并不离亏，啊、呃，那么既然无离亏，那短线的一个涨的一个的一个震荡，短线的一个拉回，哦、呃，就不需要太过于紧张或担心，啊、呃，然后再来。 啊、呃，虽然选前啊、呃，因为受到的一个川普效应的一个的一个关系啊、呃，选前指数做拉回啊、呃，但是是不是真的说，哇，川普当选？假若川普真的当选，那台北股票市场上啊、呃、就没有行情吗？啊、呃，其实倒也不是这样看嘛，啊、呃，其实啊、呃，我们从呃最近很多的一个讯息啊，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除非是啊、呃、发生什么。 哇，川普哦的一个让败选，但是又不认输，哇，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让啊，的一个激烈的一个震荡。但是不管是川普当选或是贺锦丽当选，川普当选先下后上，贺锦丽当选就是直接怎么样迎接一波庆祝行情，很简单嘛。如果我们从啊、哦、过去啊。 呃，的一个历史来看啊，你看从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二零年，当时候川普落选的，啊、呃，到川普当选，从川普落选的一个时候为例啊，啊、呃，二零一六年十一月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出炉啊，川普当选，结果当当月啊，台股市下跌四十九点，当月哦，不是当日哦，当月才下跌四十九点啊、呃，但是之后从十二月一路到隔年的一个八月，是连续上涨九个月，月线连九红。 然后，二零二零年，当时川普落选的时候，因为不承认什么啊的一个败选，所以当时会引发一些那个国会暴动啊，哇，当日的一个涨啊的一个的一个股价啊，美股的一个下跌啊。不过你可以看到啊，这些毕竟都是不确定因素的一个干扰啊啊，所以事件啊过后，你可以看到，当年十一月台股上涨啊一千多点，十二月又上涨一千多点，两个月上涨的一个的一个多少是七趴吧。 再来，大家不要忘记的，每年的一个第四季啊，第四季又是啊、呃、多头最容易啊、呃、的一个涨，上涨最高的一个啊、呃、的一个一季。还有啊、呃，过去十年十一月啊，纳斯达克指数上涨几率是百分之百，所以短线的一个拉回啊、呃，到底是机会还是危机啊、呃？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呐、啊，尤其是什么？ 啊，尤其随着一个深层次的一个 AI 的觉醒，你看苹果的一个 AI 双莲花嘛，啊，包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 AI 的一个功能啊，包括的一个样啊的一个啊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样啊的一个搭载 M 四的一个自研处理器啊，全新的一个二十四寸的一个桌上型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电脑也要主打的一个 AI，这些都会带动的一个样啊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苹果啊的一个样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销售啊啊的一个提升呐，也会带动的一个台湾相相关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样啊的一个营运呐。 啊带来的一个啊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助力，包括这个美美国对中国 AI 禁令啊，明年要生效，那这些台台湾又可以怎么样？啊，又可以啊享有转单的一个效益。还有哦，因为 AI 呀啊,啊的一个需求真的太强大啊，所以整个的,這樣、啊、的一个章啊这个我们台湾很多的一个业者啊，包括英业达、红海呀、啊、啊广达、伟创啊、伟影啊，都积极在怎么样啊，冲刺 AI 啊，积极建建厂啊，甚至盖盖电厂。 所以很显然了，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市场的需求没有改变嘛，社会生成是 AI 的一个样的一个强劲需求，所以整个这个第四季，呃，甚至到明年，整个的一个呃国内的经济，国内的一个产业经济仍然是持续向上，没有改变嘛。所以我就告诉大家，这一波的一个行情，选前压缩，先蹲后跳，哦，这个看法我不是现在才才讲的哦。 哦，就像什么时候？就像八月二十号，当时候哦，指数啊来到两万两千五百四十五点，然后怎么样？因为川普效应的关系，哇，当时候股价先蹲下来，啊，股价先蹲下来，来到两万零九百二十二点啦、啊、很多人啊、哦、又开始看坏，又开始悲观的时候，哦，我敢说全市场只有大凶啊，告诉大家什么？我说台股最后要说准备玩大的啊！如果你当时候你有把我的话给听进去，你看这一波大涨多少？两千将近两千八百点，你没有听错。 哦，你没有听错，同样的一个人，同样的一个情况，又来了嘛，又来了嘛，尤其在下礼拜二哦的一个美国总统大选底定之后，我可以告诉大家，后面行情一定很精彩，哦，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哦，特别是对于有一些持股啊、哦、比例偏低或空手的一个投资朋友，真的要。 趁着这次的拉回，尤其你你今年啊。如果你在年底之前，你想要让你的个财务能够翻倍再翻倍的投资朋友，趁着短线的一个拉回，你真的要赶紧来把握啊！怎么样来把握？ 哦，当然，重点还是在个股嘛。那个股到底要怎么样挑，怎么样来来来做掌握？如果你认同大师兄的一个看法跟理念，也欢迎各位举手之劳，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名片。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或想知道的一个啊那、这个更多，也欢迎各位在底下把你留言、把你的看法、把你写一法啊把它写下来，让大师兄知道你在想什么哦，或者是你有持股问题，你也可以透过 n 的哦，也可以透过 n 的直接私讯大师兄。 哦，直接私信大兄，哦，大兄也会针对你手上的一个持股哦，提供完整的一个建议啊、呃，跟参考哦，很重要，很重要啦，你看红海，红海我们怎么带回朋友来赚的哈、哦？那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哦，能值得留意哦，可以值得留意的一定是什么？第一个嘛，股价经过修正嘛，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一定是低基期、低位基嘛？一定是股价经过修正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啊、呃，产业愿景加，然后要有大人格价值的一个股票，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带啊、呃、的一个会员朋友啊、呃、来锁定的一个机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啊、呃、除了八卦的一个涨的一个啊的一个大英伟啊、呃、大英伟你可以看到啊啊、呃、从一百块锁定啊、呃，然后啊、呃、大涨上来。 啊，全数获利换口袋，我也我也事先告诉过大家，啊，不要不要让老百人去拼，哦，那真的感谢大家共共享胜局，不多了，这样一段子的一个时间哈、哦，那价差啊是三点五趴。再来啊、呃，今天啊、呃，我们把啊、呃、一拳啊、呃、给他顺势啊获利了结，你看这档股票也是大兄送给大家的一档股票，一拳，你有拿到投投资朋友，你你你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啊！之前我送给大家的林军，你看从七十九块一路飙涨上来，然后紧接着我送给大家的一个一拳啊，你看一百零七，你可以跟着我会员朋友同步操作，一路赚到一百三十六。好，高档啊，顺势获利出一半，然后剩下的一个基本单今天获利全出啊，十点三十一分啊，十点三十一分啊，这都是我们带会员朋友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操作。你会发现我股票不多啊，我每天跟你讲的一个股票，哦、啊，我我只要。 哦，我还没有出，我一定都一路跟大家做追踪，包括这个张，包括窗户也是一样啊。你看窗户啊，我们中间价差就不用谈了哈。那更早之前买这四百二，那这这一次你看八百二十六的一个张啊，这个基本单仍然是虚报嘛哈。那加码单我们都呃全数开启获率换口单。那今天你看啊，盘中还来到一千两百八十块啊，光是这样一趟加差一张啊四百五十四卖嘴你给你指天多少的少追都虚报归班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这这些那个股票啊都还有啊。 啊，哦、那么到底怎么来掌握哈？那我们先来谈谈啊这个台积电，啊，台积电这次来到一千一啊，然后短线因为中股关系而做一个拉回啊，你可以看到当时在八百一三下杀跌停板，很多人哇，告诉你哇，台北股市要怎么样哇，就好像世界世界又要毁灭一样，天又要崩下来一样，我就告诉大家闭着眼睛买都会赚，我相信你现在你都看到了嘛。好、啊，然后这波来到一千一啊，短线震荡拉回，我问各位后市看涨还是看跌？ 或是看涨还是看跌，很多人啊 m a y b e 会恐吓你啦，恐吓你，告诉你说，哇，因为川普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哇、啊、对台积电会非常不利，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哦，川普当选是不是台积电真的就会跌？其实未必啊，为什么未必？各位经常投资朋友，他既然拥有技术领先的一个优势，还有亮眼的一个涨的一个基本面嘛，那你想想看哦。 哦、呃，台积电因为啊、呃，整个它的一个客户主要是在在美国的一个这样啊一个客户啊，最最主要高达的一个六成都来自美国，包括苹果啊、NVIDIA 啊、英代尔啊、高通啊，跟跟跟跟超伟啊。哦、呃，那你你可以看到哦，就好像什么，就好像 iPhone 这些绝大多数的产品都不在美国组装嘛。那即便 AI 的一个资料中心最终也不是在美国组装嘛，大多数的一个情况，台积电并没有直接出口哦、呃、的一个这样啊到美国的一个晶片嘛。 啊，所以按美国的一个，如果要按照它的一个进口成品来苛征的一个关税的话，必须要对各种的一个晶片啊，成千上万种的一个设备进行啊的一个然复复杂的一个审核啊，所以这个会使成本上升，所以这个这个其实说真的并不可行嘛。 哦，oh, 有它的难易度，而且基于制造中心的一个强劲需求，跟边缘 AI 的一个装置啊，啊，半导体的一个含金量提高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说根据外资模型的预估啊，预估今年台积电啊美股有机会上看的一个涨，大约在四十五块，明年预估有机会上看六十一块，后年预估有机会上看七十八块，你可以看到啊，获利呈现跳跃式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成长，全球晶圆代工的一个龙头。 啊！如果明年有机会上看啊六个股本以上，后年有机会上看将近八个股本，那目前那个本预比才多少？那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股价是不是很委屈？啊！如果既然是委屈的话，那最近被压抑的一个涨啊的一个已久的一个涨的一个能量，那一旦选后不确定性因素消除之后，它会怎么样？这好像调完理论一样嘛，你把爽松开，马上就怎样？马上跳上来嘛，道理是一样的嘛。包括的一个章包括那个红海也是一样啊。 啊、哦，你可以看到红海这次我从一百六啊，哦、跟一百七十四啊，我带会员朋友啊，哦，權力呃、全力啊重拳不出局啊。哦，全力怎么样重压啊、哦，直接加码到五成。你看这次来到两百二十一点五，那虽然短线啊、呃，因为盘子的关系，短线做震荡啊，震荡拉回到底是是买点还是卖点？哦，你自己真的好好想清楚了。G B 两百还没有出货、哦，十二月要量产哦，明年要大放光芒哦，到时候红海的一个毛利率、货利率啊。 啊，都会大幅提升哦，而且今年不仅它的一个营运好，明年营运怎么样？明年营运更旺，而且在这一段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哦，从如果我们统计九月二十号到十月二十五号，花旗啊这些的一个六大外资平均买超将近合计将近十四万张啊，哦，这个成本大约是一九四到两百啊元区间呐，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像这样的一个股票为什么？而、啊、就算拉回一直怎么样？哎，下面就有一只手把它护着啊，一直跌不下来。 哦，整个这个基本面，啊、哦，持续的一个涨，非常的一个看好，并没有改变。因为整个这个 NVIDIA 现在服务器一个的一个涨，就如同服务器大这个大客形容啊，现在是非常的一个疯狂啊。而且最大的一个受惠者，哦，北美啊，导入的一个涨，机器导入 GB 两百啊，啊，这个机柜啊，升级版的机柜，最大受惠者会是谁？当然就是红海。哦，当然就是红海。哦，然后红海又具有具备有垂直整合的一个优势。 啊，这次、哦、的一个涨的个零组件呢、啊，高达八成到九成，所以它也可以享有的一个涨的个高高毛利率。哦，已经不是过去的一个毛三到四了，整个的一个情况都完全不同啊。而且这段期期间大户增加的一个多少三十七户，散户卖，大户买，散户卖，大户买，那你觉得后面会涨还是会跌？那重点来了、哦，红海短线的拉回拉回到什么地方？啊，又会是一个好机会，红海。 如果敢拉回二零叉点五，我敢买，你敢吗？啊、哦，如果拉回二零叉点五，我敢买。就像上一次一百六、一百七十四，我敢买。后来一波大涨到多少？两百二十一点五。同样的，这一次我告诉大家，机会来了。哦，那二零叉点五这个机会到底怎么掌握？哦，很简单呐、啊。哦，把这一份资料给他拿回去，你就知道了啦。 啊，红、呃、海二三一七红海啊、呃，里面包括的一个红海的一个外资密码表啊、呃，包括这个红海啊、呃，它的一个这样啊这、呃、个未来的一个破蛋的目标将可望上干到什么地方啊、呃？你直接把这一份的一个资料给他拿回去，你就知道了啊、呃。如果说啊、呃，你之前红海你没跟上车，那你对红海有兴趣，那这次红海啊、呃、拉回到二零差点五。 这个位置密码表啊、哦，你怎么样来做掌握？很简单，把这一份资料拿回去就知道了。今天持续开放啊、哦，独家限量免费索取哈。怎么样做索取动作？很简单的、啊、，Q 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或是成为我们好朋友，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你就能够怎么样？你就能够免费拿到。千万不要像上一次啊，你看一百六，我带会员朋友买进，你人在哪边呢、啊？ 哦，你看从一百六，然后这一波到两百二十一，一张价差多少嘛？那折亏一扣，折定了，那折亏一万呐、啊。更何况我特别会员一出手买五十张、一百张，就多少，就多少，你自己去算。哦，那么除了红海之外，那么还有哪些股价经过整理呀、啊？哦，那么产业前景啊的、呃、一个这样的一个看家啊、呃，有大能格价值的股票啊、呃，那趁着短线拉回啊，仍然可以来留意。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像华星光，这是我们呃之前带会员朋友啊，开心大赚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从一百一十七点五到一百六十六啊，搭上细光子的题材。那么现在啊，美国又要开始出重拳啊，开始对啊的一个大陆的一个细光子、大陆的一个啊的一个的的一个光通讯啊，采取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的一个贸易战的一个策略。那台湾又渴望享受什么？转单交易啊，包括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博通啊，包括的一个麦麦威尔啊，那这些啊的一个叶子啊，那台湾哪些的一个股票渴望享享受的一个转单交易？ 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拉回，可不可以留意？当然可以留意啊！啊，重点重点你怎么买？啊，重点你怎么买？啊、哦哦，股价经过整理很棒啊，就像什么？啊、哦，就像之前啊，之前包括那个全新也是一样啊。啊、哦，你可以看到全新股价的一个短线的拉回来到了一个全波的一个支撑，同样啊，它也是搭上吸光子的题材、啊呃。很多人以为它是 p a 对 p a 没错。啊、哦，但是它又有吸光子的题材，才明年要发光发热。 啊，像这种高票，真正的一个短线拉回，你不敢买，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很多人 maybe 今天会都都会跟你讲涨停那个股票了，但是大雄不来这一套。我要告诉你的是，现在拉回，你到底什么股票？OK 来留意。就像当时我送给大家的联居，你看当时七十九块买，一波来到一百五十二，然后拉回，拉回来到九十六块三，你如果懂得做把握，你看后来涨到多少？两百五十二。啊、哦，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嘛。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那个股票拉回。 哎、欸，其实又准备孕育出绝佳的一个好机会啊、呃！这个机会你真的要赶紧来做把握，甚至包括三热啊、呃、的一个模组的一个双红也是一样啊、呃！上一次你看从一百七十三啊带会员朋友，你看大赚特赚的股票，财务让你翻几倍啦，两倍三倍以上。那这次六百五哦，那赚到七百五十八啊，高档啊、呃、开心获利哦、呃，加码单获利出一单之后，然后短线又拉回来嘛。那你看明年水冷的一个三热时代来临。 哦，那整个的一个三热，明年开始要花光耗热。哦，那整个的一个这样，整个的一个明年的一个水冷散热啊的一个这样啊，要大增多少啊？整个的一个这个增加幅度超过的一个十倍。所以像这种的一个股票拉回，到底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其实很清楚嘛，明年产业前景啊看好，明年啊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获利啊的一个呈现跳跃式的一个增加，啊长期中高票拉回，我告诉大家就是机会。 啊，就是机会，包括这个金融也是一样啊。这个、机会你怎么把握？哦，不晓得怎么把握，来找大象就对了啊。你看看我们的一个操作，你看，人生有时候、哦、机会来了，你真的要把握。你不把握的话，嘿，光讲财富啊，财神也有跟你身边擦身而过了。啊，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为什么没办法赚到钱？啊，因为往往都看到哦，这个涨啊，这个这个这个大涨的股票，比如说你去追松散结果连连续两天杀跌停了、啊。 哦，你去追有些的一个长高股，结果今天啊，那个打喷嚏的一个下杀下来，啊、呃，这没办法啦，因为啊、呃，很多人往往都是看到眼前涨的股票会去追，但是你看大熊为什么？我告诉大家的，哦、呃，都是档档都是好股票，档档都是一等一，哦、呃，那产业具有产业的一个愿景、呃，而且整个获利展望公司营运都非常棒的一个好股票，啊，长期中股票外公姐趁着拉回你不买，你更待何时啊？ 啊、哦，那甚至有些人问到说，哎，网加连续飙四根的一个涨停板之后，哦，这种股票可不可以买？啊、哦，或许你看到的一个短线，哇，四根涨停板，哇，涨好多了，啊，涨好多了，啊、哦，但是可不可以买？如果说我们从啊、呃、的一个长线的一个角度来看，你看哦，股价回到历年低点，啊，现在每股净值又有四十六块，啊，目前那个股价也差不多，净值比只有一。 那统一入主之后，你看统一有在全球有最大的一个实体店面，然后包括的一个样的一个啊入主电商取得的一个样一個最大的一个成为最大的一个股东啊。过去最高是五百多块啊，参期中股票卖嘴嘛，这种股票,票只要呃人工弱势反弹零点三八，也够偌济，你也以生活平难算啦吼。所以你讲参期中股票，你你你短线看是跟涨停板哦，好像很多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啊，掺、哦、这种高票，如果统一入主，它永运会不会否级太来？啊，如果会否级太来，啊，掺这种高票，我问大家，这种高票有以没？你自己去想想看。啊，再来包括那个账啊，包括天后级的巨星，决定。哇，这张股票好棒哦！啊，你看我高档顺势怎么样？啊，顺势啊，获利出一趟之后，我只留一层基本单，我买三成，只留一层。啊，然后连续两天拉回。啊，拉回好棒啊，因为它两双引擎呐、啊。 第一个航太哇，今年要开始恢复重启增长。第二个 AI 的一个伺服务器哇，第三季、第四季开始出货，将会带动营收的一个的一个大幅增长，也是股价啊处在的一个低基期啊、哦，那具有的一个涨产业愿景的一个股票啊，长期中高表就是我们要来怎么样？我们来锁定的一个机会嘛啊，这到底是哪一档股票？不必猜，不必猜啊、哦，想知道把这一份资料给他拿回去就就就知道了啊。华、哦、清光第二啊、哦，西光子的一个题材。 哇！大营为第一个自动化啊，包括这个这样，啊，包括这个 AI 这个服器啊，这个题材。哦，那大兄弄啊，大开传落啊。啊，如果拿到的一个投资朋友，恭喜大家啊、哦！因为啊，你错在怎么样？有题材，有未来的价值上。啊，如果还没有拿到的投资朋友，听好哦，今天大兄啊、哦，持续开放，限量，免费索取啊、哦。那里面包括的一个红海。 啊，如果有来二零叉点五，你要拍拍手，你要拍拍手，啊，因为这个机会你真的要把握。好、啊，怎么样来把握？很简单，啊，第一个真爱啊，或太太可以成为我们好朋友，啊，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你就能够免费拿到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 如果在啊今、呃、年底之前，在农历年前，你的财务想要再翻一倍、再一倍的投资朋友，这一份资料务必要赶紧啊、哦、给他拿回去啊、哦！怎么样做手续？很简单，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最快啊、哦！也欢迎各位的来电，零二二三二一九九三三空二二三零 qq 九三三好一谈啊！轻轻桑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喽，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Hello，大家好，我下学在善导寺，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都在听什么歌吧。同学，同学，你下耳机里听什么歌啊？我在听这个。哦，订阅理财周刊频道，我也很喜欢这个哎，真<的>太有 sense 了吧？拜拜<的>拜拜。好 按赞、订阅、留言，跟我一起轻松理财。